1989年间，金家好戏哦，风铃少女，歌剧电视剧还有。现在的我勇敢放手。声线里面呢，展现他人生里面的挫折。天朝一个春娇，假炸弹葱油饼。你别看起来，我是属于你的。你带着我笑，你是谁啦？是不是喜欢我？有一点情不自禁的。他整个那个气质变了，看下去两条腿就像铁轨。我后来就真的走了。Let's go！ 欢迎收看《综艺大要害》。厉害了，厉害！厉害！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完全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就是我们现场来了非常多的粉丝们。谢谢，欢迎陪审通驾同学们。而且还有，我们今天主持群也不一样。哎呦，我们的服装不一样，对，服装有服装不一样，而且好像还加入了另外一位主持人，哎呦，秀清姐，真的有。哎，那我站错了啦，秀清姐你要站这里，哎，你卡家，你卡家，我来嘉宾这边才对啦。对，那也太巧了吧？对啊，哎，我比较适合站这里。不要闹了啦，欢迎欧弟哥，欧弟哥，休息，我等了。这个欧弟就离开我们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哇，哭了好久，好伤心哦！你终于回来了，迟迟无法那个工作。对啊，你走了以后，我们收视率有微幅的上扬。稍微，另外他的新的电影已经出来了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其实呢，当时呢，就是很悲伤的离开呢，是因为我有一个那个演员的梦，对，想当电影明星，好好演一个电影，演成功了，他带回来他的成绩单，来，疯狂电视台啦，是的，疯狂电视台。那今天我们就好好来演唱这个主题曲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好吧？那你休息，我们三个来唱。你帮我摆到那边去，请求哟。哦，请那边请求哟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《电视童玩童年》。电视童年，电视童玩童玩。孤单一人的时光，当年嘹亮的每首欢唱，当年欢乐迷人的音响，倒映我成长的模样，在荧光上唏嘘渴望。欢迎女主角林明镇，新教授。歌唱舞蹈戏曲技能和乐器，到底谁能赢？好可爱哦！一道彩虹传出美妙的声音。
还有缺点吗？怎么？它里面讲到好多这个综艺节目，综艺节目我没有提到，竟然没有提到我一个，我猜，对啊，我猜也要提嘛，对，小明星大跟班，仙哥干掉康熙来了，仙哥，我安慰你一下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没有提到，我猜不是因为那个。不尊重，哎，所以没押韵哦。电影里面有提到，所以你很清楚，就是你们里面会提到了经典的这个电视节目，就是你们这个疯狂电视台里面的主题曲，就对了。是的，是的。而且呢，跟大家讲一下哦，宪哥在里面也有精彩演出哦。真的，宪哥你有客串，就用电影大骂。坐你来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一个不一样的，对，大家都带来这个经典的戏剧的一个主题曲，是吧？钱呐，哎，好，钱呐太经典了啦！钱呐真的唱过很多啊，你看他这个个子好高，撸来撸去，身高到底是多长？172，172，这么高啊！不好意思，因为你太惊喜了，所以我没有准备你，对不起。哇，惊不惊喜啊？惊喜啊！意外。没关系，我再掏他的就好了。没关系。是的。你烧给我嘛？讲烧给你，那个曹大哥会生气。做几个杂播音啊？对。你会觉得有什么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想法的吗？其实我觉得女人啊的。任性是无极限的。那其实里面这整张专辑，除了讲我自己的故事，其实要讲出很多女孩子心里的故事。嗯，对。女孩子就是心里面的故事很重要，就是要先告诉大家，先不要。哎呦，你还 Q 到慢点。No is no。啊，如果他也想要呢？对。如果那就是爱情有你喽，那就爱情有你，那就爱情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是人家来宣传专辑。你有演唱过哪部戏的一个主题曲吗？通灵少女，哇，红到爆啊！那是你唱的，那是一个广告，我以为是瑶瑶唱的，哎，那不是广告歌吗？不是，可是其实好像广告通灵玩的嘛，歌比普西啦，是通灵玩，通灵的，通灵，是通灵的，通灵，通灵的，加啦，哦，你们公开我就兴奋了，我出过无龙这部，不要那么嗨啦，今仔有无？今仔有无？今仔有龙，有龙，通灵，通灵，然后你这个是，好像歌比人红。哦，真的吗？里面这个已经破亿点阅了，好不好？可怕的点阅率啊，叫做不曾回来过。对，哦，不是都七天之后都会回来吗？一般都是最快。他能活到七天就回来，这个是对先人的一种怀念。过年节目可以讲这些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民俗有什么不能讲？过年就没有鬼哦，过年也会有鬼啊。我们年兽都请过来了，你写的点卡。连坐也不合起来，你卡就亏结啦。所以他常常说：“姐，你为什么合不起来？”我说：“我合不起来啊。”好，合不起来。真的，你看我只能这样。哦，内八中间有夹了一些。怎样？我妈最近做菜在唱《回家已经过梦了》。喂，来来来，带来这首《不曾回来过》。请问现在还可以问事情吗？可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。哦，谢谢。哎啊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想问上次那个客家妹的事情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想问一下客家妹哦。嗯。哦，等一下你拿笔抄一下哦。哎，笔抄什么？他的电话是0920。207207，来抄一下。怎么那么好记啊？哎，爸爸那么好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说他很生气哦。什么生气呢？为什么？他说他想要，可是你每次都先不要，先不要的，让他很不开心。猪猪，我一直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只是我平常不习惯在外面玩，我比较习惯在房间里面玩。他又讲了一个，怎么了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你每次做到一半嘴唇就发白。什么什么到一半啊？什么意思？跳舞跳到一半，你知道吗？跳舞跳到一半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已经锻炼好自己的身体了，我今年的身体是非常强壮的，不然你是要等一下那位女生来试试看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遇到我哈，算你好运啦。真的吗？来。这个东西哈，你给它喝下去。这
个是地鳖虫全餐，你给它喝下去之后呢，保证你体力飙飙叫。来，屁呀、啊！刚刚蕊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啊！你们疯了！你们要把这东西拿给我喝啊？地鳖虫，不要闹了！刚刚没有这一段啦、啊，快点呐、啊！很臭啊！我都等你到你了，不行啊！剪掉了，对，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们的歌一出来，刚刚名称你们那个一唱哦，我心里面的感动啊，嗯，不言可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用 opera 的那种 feel。哎呦，那是一个大那个 big band 了 ，opera 是，然后大的舞台剧那种感觉呈现，这音乐层次是更高的，是吗？但是你唱的歌，哎。唱还真好听，谢谢。你一定有参加歌唱比赛的，就是装不熟，装不熟，非常刚好，我有参加，希望参加过。对，然后你在歌声那个声线里面啊，展现他人生里面的挫折哦。那你好像听得到那个刀在，好揪心哦。而且刀一刀在那割，他的声线有中岛美嘉的感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他的尾音，哦，你们听得好细哦。唯一的小问题也就是说，中岛美嘉是谁？中岛美嘉，中岛美嘉，中岛美嘉，他不吃午餐的啦。山上优雅是差不多，我猜猜啊，一哭二闹，山上优雅，安室奈美惠。安室奈美惠，安室奈美惠，而且安室奈美惠，但是我要讲，露露真的扮起来好像哦。对啊，对，真的真的。我要一直看着脸，一直看着脸，然后一直看到胸部才说哦，露露。我今天有束胸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是瑶瑶束胸，感觉起来就是卢广仲的马子。有没有？哦，那是严正岚。严正岚，对，表演好不好听？
好的，再次谢谢李谦呐，谢谢。哎，棒棒强棒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了，你唱这个《女兵日记》。这个歌几乎快要比这个电视剧还红。哎，他很会唱啊，超会唱。你是不是也参加过歌唱比赛？对对对，刚好也参加过。对嘛？不是的，很会唱。啊，你这角度这样。对对对，哎，阿纪阿纪，不要，你就演起来安怎哟？他们要没去了。来，我们大喊一声说再见。好了，各位班兵注意啊，桥墩跳，预备。小五蹲跳会不会跳？二，一，哎，好难，二，哎，跳高一点，高一点，一，二，好累哦。哎，你们动作要做确实啊。哎，如果动作做不标准，等一下我就会叫出来单独的 M 字腿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明真，明真，明真，你动作最不标准，请出列。是啊。哎，做这个啊，开合跳。啊，一百下啊，来开始。哎，哎，字腿吗？哎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是 M 字腿啊。班长可以吗？这个 M 字腿做三下。班长 ，M 字腿怎么做 ？M 字腿啊，就这样哈，就这样蹲下。懂脚。懂脚那个感觉啊。金拱门要懂脚，对对对啊。来 M 字腿，预备，三下开始。一下，路北派，你做得很好，很标准，会不会累啊？会。好，那你休息一下。班长，我好像也不标准哎，我也算。根本我最近有练舞。先不要，等等。哎，露露，你做得很标准，好。来，去旁边喝，好，去旁边。班长，给我一个仙草蜜。该不会是因为我 M 字腿，然后喜欢上我吧？他居然会因为我 M 字腿而迷上我，太夸张了！班长居然爱上我了！班长，你送我饮料是出自你的真心意吗？如果是出你真心意的话，我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而且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，班长？其实，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，而且你也很善良，所以。我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。老师，这时候要有音乐了。老师，音乐。所以我会情不自禁的，希望你有多远就走多远。你知道。看我，更让我难过。沉默在他们放的烟火，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过，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角落。趁你没回头，趁背影寂寞，才敢把分手说得洒脱。也许该懂得这心酸心得，勇敢的爱还是输给猜测。可是我怎么了？站在了，停在了你的泪光之中，松开手我却那么痛。可你怎么了？坚强的微笑着，把月亮说很重。最亲爱的眼眶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没情啊，留不下我一个轮廓。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，让汹涌的温柔随它去自由。最亲爱的烟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选择的不是我，我静静降落，把我的爱留给大地的辽阔，让我找回那个最自然的我。
谢谢。哇，金像欧庆光真的唱将的，但是跟好多年前的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就是以前的穿透力是很直接，像一把利刃啊。他现在有修饰了，软刃，游刃有余，修饰一点。对，现在多了一点沧桑。那我的看法倒是在外形上也做了改变。什么？对对，现在像哈利波特，明白？之前是像张学友，张学友像哈利波特，还是像更有气质了？像火力垮的牧师来，火力垮。喂，不要做牧师。这样这样这样，阿金妈怎么样？阿祝妈，阿祝妈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上次我们两个也是一起来上这个节目，我觉得孽缘呐，他整个那个气质变了，对呀，歌能带动一个人嘛，对，你的歌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，对，我们这样看过去哦，两条腿就像铁轨，我操！回家一定要留下。难得第一次来上我们动物星球，哎呀，这是大智上新人大主持，哎，等等，那没人敢，所以你们都是没有经验，他要走，我们就不要叫，就真的走了，会不会走？这个在古代，我就是任性，我就是不走，不要一直这样玩，要走，我后来就真的走了，对，玩出火来了，想回都回不来了，喂，太棒，这个女兵日记，等是你的唱片里面是算。最受大家注意的一首，对，这首歌就是比较受大家注意，然后因为可能大家看这戏也蛮喜欢这个歌，对，所以一点一滴啊，对不对？这好的歌就跟农药一样，能够累积。农药一样，哎，怎么？像在我的演唱会，你有去吧？我没有买到票，哦，没有买到，很好，抢不到票，很好嘛。讲这样的话，我们听了就舒服。他也是那个买错的那个人，他就是他要买你的，结果后来买成张学友了，他多开心啊！进去我很生气，张学友一弹出来他就哭了，啊，被你丢啊，我里面全礼物，希望下次也可以看到演唱会的表演，好吧，谢谢。演那个角头马，角头二，你在里面是演一个什么角色？哎，跑龙套，跑龙套啊。没有关系，人就让慢慢来啊。对啊，我以前也是跑龙套的，神探两个半，神探两个半。对啊，我演一个在厕所跟人家勒索还算错算数的人，算错算吗？在厕所，家长起来比我的戏份还要长，真的吗？带来这一首主题曲喽，好吧？这个是等于是角头二里面的主题曲，算插曲啦，因为我在里面。负责三首歌哦，主题曲、插曲跟片尾曲，带来这首《港澳魁克党》哎，秋晴姐听听看，好吧，来来，老大借过。阿诺，哎哎哎，你要不要来啊？哎哎，一个个去嘞，哎 ，music， 哎，一场咩啊？我老大咧讲啊，哎呀，哎，我大咧记晓得啦。我改唱，巴拉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拉巴。我约你来吃小火锅啊，你带那一堆人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跟你讲啦，上次你跟我讲那个事情哦，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啊，我不可能放弃大热门。哈，恭喜我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算你不放弃，人家也会放弃你啊。现在已经六年了啦，嗯，都没拿过金钟奖啦。现在路的人都说这样跟你说，你大热门哦，麻雀啦，什么意思？水饺啦，你看你看，哎，阿个大热门那朱麒麟，干他宪哥提过来尔，露露嘛无提着，阿你免讲啊，我同尾走去手创片，对不对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出唱片先不要，啊，笑死人啊！笑死人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安尼啦，啊，安怎？我吼，甲你顶头迄个处理掉啦，顶头迄个是，迄个食雪茄迄个啊，石膏迄个，就来处理嘛，处理掉嘛。
大大，不过迄个无好处理，那也无好处理，伊是大的，还处理啊？无大安尼啦，咱就为伊后生先处理，安尼了，我就请伊后生食炸弹葱油饼啦。阿伯，你即摆是安怎啦？要处理，先处理我啦！你是啥物小朋友啦？你啥物卡？啊？你是啥物卡？我是你老父母来啊！你是滚蛋的啦！要滚的啦！滚蛋！还没有解决，我也没空调，新的品，十八罗汉归位，我也没工作，你也不想看，大热门到起码五年啦，啊，五年啦，六六年啦，啊，六年啦，叫恭维啊，叫你恭维，小弟的恭维，不是啦，玩家无人，你有啊，你讲几遍，你讲几遍，你讲六年啊，六年，你讲几遍，六年啊，是你，你叫我几遍。口中说我的背景，看我的气势就知道我来自哪里。别跟我讲太多，因为你无教育；别跟我讲道理，因为我无读册呀。若讲到阿头，咱是随时插咧裤底，算命会讲我做好人想过土济，毋捌有人甲我下名当作笑话。阮的兄弟巴肚还我歹势，笑话到我顶头抓你叫你跪咧，阮的计算绝对不是囡仔算的。你的面无咧话事，毋免叫我看你面子。老大的歹势笑话，身边的无法弄济，少一仔做阮较歹过，是毋是小可表示意见？老大的歹势笑话。两年就出代志啊！谢谢。哎呦！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演完了，演完了，演完了，演完了。哦，哎，你们这个也太敬业了一点，还带炸弹葱油饼。对啊，路给派嘛，虽然冷掉了，但是好好吃哦，好吃好吃，真的有感觉，对不对？也谢谢后面这六位，尤其那位兄弟啊，精神有点问题，就在打架，他在旁边耍双截棍。他们都是你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到时候会去的。哦，许大哥的人。哦，是。喂，又是许大哥。许大哥，来来归来，但是还是要买门票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来，下一位陈林九。1989一念间，哎，这个有三立的华剧，三立有偶像剧，对，偶像剧，对对对，他是演一个穿越的，对，啊，穿越了，很红哎，那该不会你们等一下又要穿越？对，这不好说。但宪哥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想要代表观众跟你们讲，哎，怎么样？他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那我们也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刚那一段戏明明出来说啊，老段的音乐就下开始唱，你们演了半个多钟。太爽了，对，我喜欢演。欧弟不能因为布丁在现场，你就自己加戏。好想演呢，对呀，太好笑了。有机会还要让他回来，对，整个精神状况爽朗多了。什么回来？我有走过吗？有，对对对，有，一直要在，好不好？来，带来这一首《你他我》，耶，来。好了好了，珍珍小宝贝，我该走了。我只是出去买个东西，你干嘛那么黏我啊？哈，你不要这么黏我嘛，哈。晨晨，你说的哦。那你要快点回来哦。好啊。你知道，你不在一秒，我就会孤单一秒的。所以等你回来，我们就一起玩安全之吻。安全，这是你说的哦。回来玩安全之吻，对不对？好 ，OK OK， 那我马上回来哈，我出去一下哈，买个东西啊。
爱情有你有你有你，不会有你有你有你。太兴奋了，太兴奋了！等一下回去就可以玩安全之吻了，坏蛋！哎呀，妈，乐极生悲了，不小心就摔车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点小伤伤不了我的，我要赶快回去跟我的真真宝贝玩安全之吻了。太好了！真真宝贝，我回来了。我们可以玩安全之吻了吗？老师，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2019年巨蟹座上半年的运势，可以吗？你在干嘛？你是谁啦？我是真真啊。不是，我出个门，你怎么会？你忘了，原本我们说好等你回来玩安全之吻呢。对啊，那怎么会？没想到这一等啊，就20年。什么？你让我等你等得好苦啊，兄弟！是这一等就等了20年，怎么可能？今年明明就是2046，怎么可能？我穿越时空了吗？真真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真的是真真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我怎样？我这样很好啊。你变得很不一样，我反而喜欢现在的你。真的吗？对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就不要了。啊。胆固醇，果然是真爱！哎呀，哇，哇塞，这个太刺激了！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天哪，哦！人力的，你哭得很可怜，说出的是谁？现在是我犯罪。你说你的世界有了他的出现，哦，我来不及准备你给的忽略，哦，以为离别很激烈，回首是理解，没知觉。心一憔悴，才发现原来最痛的感觉，哦，无能为力的挽回，你留的脆弱是不求的坚决，哦，别用你牵过他的手擦去我眼中的泪，别用你吻过他的嘴说抱歉，是我太不成熟，他能给的比我多，你又何必哽咽，又何必狼狈，就用你牵过他的手抹去我心中的回忆，就用你吻过他的嘴对着说再见，就请你往前走，带着他别回头，就算满地都是我的心碎，求你不要介意。谢谢。今天这个音乐的响宴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就把这个很多的剧的一个歌曲拿出来，剧因为有影像，然后凑在那边。干嘛？我没有看到我自己长什么样。你千万不要看，不要。如果有让大家不舒服的地方，不好意思。有。有不舒服？没有没有。这么快？你要这么快回答？没有不舒服。讲一下，我们来就是给大家带来欢乐嘛。今天尤其是欧弟，对不对？那么久没有跟我们一起做节目，好开心哦！开心啊！欧弟哥刚刚说什么？什么只让汉典自己安全之吻，他自己也想要。哦，来，不要，先不要。先不要，我自己回家不安全就。
就可以了。对，梦梦梦，年轻人唱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很会唱，而且又帅，又高又帅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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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全之舞，重接重接重接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节奏慢一点。做一个 happy ending 啦，真的吗？哎啦哎啦，不没关系的。我觉得悲剧也不错啦。我要有口白，我要口白。对，有口白，有口白，来，你口白。我要口白，要搭配的，要感情，要感情。河马平常是一种安全的动物，河马，但是看到心仪的对象，河马也会张开它的血盆大口。我只浮现唐老师的脸，不好意思。唐老师什么星座？完了，你们。这年轻人他转他会告你们嘞，你知道我这个样子像他转了一个弯，但是他拒绝你。对，其实你都不知道，宪哥其实从以前就一直很想跟你安全之吻。跟你说，想当你。明年同一时间继续回到他综艺大热门。宪哥，你真的不让秀清姐唱？哦，对吼，哎，他没唱，一定要被揪了。你以为他就来演唐老师，然后就走了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来来录一下，录一下，录一下，录一下。穿唱应该是要演唱。哦，好喘哦。今天穿唱很适合演唱他主题曲。哪一个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欢迎老爹。这一期怎么录那么长啊？多话一多话。我跟你讲，我专门在唱八点档。八点档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我们三立的八点档，都呢，三立主动打折啊，拜托我唱主题曲。你唱一定会红的嘛？要不是有这首歌，可能这部戏也不会演很久。那我们还是赶快来试一下。你叫我们唱《新家好媳妇》吗？多话一多话。你放手啦！我今嘛要赶去跟燕君结婚，你紧放手！我跟你讲啦，金燕君吼是我认定的那个囝婿吼，你是有几条命在搞唱啦哈！我跟你警告，你紧放我走，啊无代志若变空，大家会不管足歹看的哦。你竟然敢对我呛声，我今麦就让你知影，我唔是好料的啦！我跟你讲，燕君自从嫁过爱人，就是我无可能是你的查某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个真牛哈！你一个是好累累哦，阿不着正高，真好用哎！我跟你讲，来，你给我开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你给我开，买了，来，啊买了，你给我来，啊，你给我来，冲啥？你给我来悬崖家，冲啥？我跟你讲，你冲啥？你好，你，不等你，你怎样？什么叫做是气候啦？你搞错啦！你吼喊破喉咙嘛，无人甲你救啦！真啊假？你喊啊！破喉咙，破喉咙，破喉咙！你喊破喉咙，破喉咙，破喉咙来啊！哈！你讲的你就是破喉咙。你要注意，你的角度会看到歹物啊！哈！快衰啦！无你就去救伊啊！走啦你！Thank you.
所有好朋友，大家给我们唱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再次谢谢欧弟，谢谢。想。